今天我们来到江南水乡古镇乌镇，安装一套 LED 显示屏。首先先安装显示屏支架，第一步用水平仪定位，根据屏幕尺寸确定支架位置和间距。第二步开始焊接支架，采用40×20×2毫米方管，根据每一块 LED 模组的尺寸确定方管的水平间距。第三步安装固定电源，根据模组位置平均分布电源和信号接收卡的位置。第四步安装 LED 显示模组，安装时需要注意平整度和水平，并通电测试屏幕画面是否显示正常。OK， 成功点亮，来看下效果吧。关注我们，获取更多安防知识哦。